来解上我的凶器。我都闻到了一种金属的味道。我觉得在此之前呢，我觉得光我们两个人在台上还不够好玩，我必须得拉几个垫背。对，那大肠有空吗？有空。有空吗？这个太适合你了。大肠还有一个事情想请你帮忙，目测这么多年轻的貌美的女士，哇，8万多人，这8万多人茫茫人海中随便挑一位诚实稳重具有公信力的女士好吗？当然男士也可以。来，谢谢你。刚才这位大姐，刚才这位大姐，你愿意为你干儿子健身吗？啊，这阿姨啊，阿姨，太好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谁都可以。掌声送给阿姨。这里是今天我要用到的凶器。哇，这什么呀？电钻。电钻。前面摆着5把电钻，这5把呢都是没有电的。阿姨，请您过来帮我验证一下，大成帮我验证这几把。阿姨，您扣动一下扳机就知道了。啊，像手枪一样，这前面有个扳机，摁下去，是没有电的吧？没有。好。这，阿姨，您还敢碰钻头？阿姨可能以前就是做维修方面的。没有。好，我们把它呢，上到这个上面。这太危险了。哎呀，我在台上是那种金属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危险的那种感觉。唯独有一把，这把电钻是充了电的。是这样的，这样吧，阿姨，您帮我拿木板吧，这样拿着木板，双手举放在两边。有电啊！有电呢。有电。我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惊险刺激的。人类最大的恐惧来自于对未知的恐惧。解下这条红头绳之后，阿姨，请您转动这个托盘。我得记着转动，也得有电的转着我。转快一点。阿姨，你一定记住哪个是有电的。记住了吗，阿姨？我忘了呀。记住啊你。哎呀，刚才你怎么不说，提前说呀？我记住，现在记晚了。这钻头不敢摸了。好，您现在这6把电钻里面，您随便挑2把，指2把，任何2把，怎么指都行。这个。好。这个和这个。这个和这个，好，我们把它拿下来。好，您先小心点，千万不要碰到扳机，用您的右手拿着它，轻轻的把手指放到扳机上。好，这样，哎，千万不要动。这把是不是？啊。好。大婶儿。怎么？我提成大婶儿，我一机灵啊。好。两位稍微站开一点点，稍微站开一点点。哎呦，我害怕。把电钻的钻头放到我的掌心上。啊 ，no！ 这个万一是有电的怎么办？万一有电的，他就手掌上多个洞呗。没关系，来，放到我的掌心上来。先放着，先不要扣动扳机。好，我数3、2、1，你们再扣动扳机，好不好？我真有点舍不得。这么漂亮的美男子。好，不看。让我们这么，我数3、2、1，你们就用力的把手摁在扳机上，千万不要动。哎呦，不敢，不敢。3、2、1，摁下去。我要摁了，我真要摁了。摁。呀，哎呦，好孩子，没有，没有，好孩子。哎呀，现在还有4把，还4把。好，您随便再挑一把，哎呦，随便指一把。有点害怕。这个哈，好，我们把它拿下来。我想它没电吧。这样更难度更大一点，您拿着，放到我的脸上。哎呦，你有虫牙吗？不是，能摁不摁的？这啊，哎呦，不行，我也不能看。小孩请勿模仿，相不危险，切勿模仿，此乃魔术，此乃魔术啊！切勿模仿。不是，摁不摁？不是，你说。3、2、1，走。没事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没事。还剩3把，这个好，阿姨，这个既然找您上台，不是让您只选电钻的，接下来由您来参与了。您是想我钻您什么位置？哇！大成，这个出去的任务交给你。对，我不敢，可以，我可以，吓人小的。
这是你干妈，我你对，因为是我干妈，所以不合适。我觉得大锤，你台上男人一点，你就替他挡了。我自己来吧，对，自己来啊，是不是？这位置，各位，请看啊，衬衫是很薄的，电钻是很锋利的。哎呀呀呀！一不小心进去以后呢，可能先流出来的可能是一些脂肪。我先减减肥再说吧。来，给你撩着衣服啊。啊！按下去了吗？按下去了。好，没电，没电，没电啊！太好了，阿姨，现在还有两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啊，知道为什么找您上来了吧？最难做的决定都由您来做，您是长辈。左，右，左，哎呀，那就这个，就这个啊！我的心跳超过120，我跟你说，真的不换了啊！台上现在有两位，除了我以外，有两位还就有一位已经参与过了，当然他可以再参与。您是希望钻他呢，还是钻他？阿姨有没有后悔上来特别艰难吧？这个决定是啊，可以选，因为迅姐很大胆的。那我也舍不得。但是这样，我其实原本应该把大成推到前面，但是我一看他孩子还那么小，是啊，算了，我孩子比他大一点，您就冲我来吧。在这个位置比较好拍一点，对。啊，不行，我舍不得。哎呦，没事，阿姨，来试一下，好，轻轻放在衣服上，那就这样啊，我就拉着您手，万一您钻透了，顶多我溅您一身血，您看着办。阿姨，我就当打预防针了，3、2、1，走。走，按下去，哎呀，没事。阿姨，您太幸运了，阿姨。我们要再次验证一下，拿着木板。好，那就是这个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哇！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